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Never Alone》。快跑哦！还好小狐狸不会死，刚刚砸的地方就是火球砸到的地方。啊，这不是用打的吗？跳上去吗？哦，啊，还好不是打我，不见了，后面那块不见了。哎，从下面穿过来。加快一点，但是感觉也不能打掉啊。哦，他打我了，哎，我就变慢了。哦，所以我是要靠小狐狸带着台子去闪吗？所以什么都做不了啊！又来了，又来了！啊！觉得让他打中那个树枝，应该是某种关键。哦，好像有机会可以让它沉到水底哦。啊，台子没有很好的操控哎。感觉小女孩的姿势一整个害怕。行不行啊你大叔，赶快打中啦。啊，我这样闪好像错边了，要往另外一边闪。好，闪，哎，差一点点。打掉，嗯，还没破。哦哦哦！啊！会不会上面那一只？那边新来的那一只，或许。可以帮助我过关。哦，中了！快砸砸下去，砸下去！耶！这家伙终于死了。
赢了。 有他来介绍。猎人者 The recurring type of character in Inupiaq stories is the manslayer, and the manslayer is kind of this bad guy, and I think really what's at risk when the manslayer comes into story is the livelihood of individuals and the whole community. And so the manslayer is really used as a way to say, don't act only for yourself, always hold the community in your heart. Oftentimes in these stories, there is one person that will stand up. And what this humble person will represent, who faces that manslayer, is a return to order, a return to true living in the community. And it just takes that one person. It can just be that one person that can help to change everything. Because everyone wants to live a good life. Everyone wants to have a good community. 一个共同敌人的概念吧。 这风水变超级强的。 好，我们要不要吹下去？这里要吹暴风雪之前的那个警告比较明显，就是会有一个轰的声音，它就会接下来就会吹暴风雪。 怎么了？是什么？巨人呢？你别想着了，看人家一巴掌呢，你又不收嘛了？我连麦都还留阿婆，谁没打呢？ Asi pihirun nek silamun siapa yang tertutup? Ah, dia menghujung, jadi siapa yang tertutup? Apun, anu kemak kuahaga asi agen yang tertutup tunganun, nebak siarulum aymar bianu. Dapura kengitka summan agen yang 大魔王，他怎么打啊？看我龙啊，他兵王那样兵，你不要想着我龙，我厉害啊！他，阿不来看，他只管买个那样的兵，给我这个人娘。
们现在要走这，那边看起来就上不去。抓出来一只精灵。应该可以跳下楼梯，欸，跳不到。这样子吗？然后去砸那块冰，砸不过去吗？我在艾瑟琳那个冰怎么砸啊？哇！应该从这边丢过去没有错啊。就这范围那么小，怎么可能丢得过去？那我从这边丢，这超难丢哎，欸，没中。打不破吗？哎，啊，破了。哦，有精灵可以抓。啊！为什么没有跳过去？应该要等一下暴风雪，这个距离有点远。哎，不用，跳了过来。看起来路在右边，又上不去。还是说我这样子，然后等他往右吹的时候跳起来，再往右。够不到，那不行吗？感觉是个好办法啊。嗯，上面有一只精灵，可以干嘛？啊，这里也有一只。然后嘞？把它降下来，然后从这边跳过去吧。哦，那乘着暴风雪。高了。
再试一次。好像是我跳太高了。那我站低一点跳好了。这样应该差不多吧。这样。啊，抓住了。升上来。等一下要吹。哦，小狐狸探查跑太远了。来了，再来爬到那只精灵上。来来来来，哇，跑太远，哦，你摔死了。后面好难哦，加油吧你们。为了拯救你们的村庄，不知道可不可以跳，欸，这样子跳，欸，可以。再跳到右边那一只吧，我要低一点，太高等一下要摔下去。哎，它中间那是挡住的，嗯，哦，这样，好，这样应该可以过得去了。遇到暴风，好吗？重爬，糟糕！哎呀！小狐狸再这样多做几遍的话，他们大概就要吵架，一直害我掉下去。就这样，要靠近一点，怎么不靠近？一直乱跑，对不对？哎，我遇到可以动的部分了耶！爬多高啦？哦，已经到手的高度了。不知不觉中已经爬到这么高了。这飞得到吗？很远呢。大胆的小女孩。哦，飞到了。不知道有没有飞这么远，好吧，它比刺客还要厉害。啊！你们会夹死。感觉高度也是过不去的啊。
还是说这样子其实是可以过的？可以。他过来了。我还是没看到。这要怎么跳上去啊？跳了上去吗？不行啊！哦，这么高跳下去没事。有没有可能我利用它向上的时候跳会跳比较高？哎，好像有比较高哦，好像有哦，刚刚那一下。上来啊！那个会戳到，我以为那个不会戳到啊。哎，这一次抓不到，为什么？我跳反边了，没有跳好，好难哦！光是这个巨人，我都已经不知道摔死几遍了。我找应该是最后的大魔王了吧？他已经找到暴风雪的原因了，没有理由还有继续下去。没有多个那拉米扛个那，哎呦，我被夹死了！你不要吓个罗了，熊没熟，输入克劳的拉米尼克。看起来好凶哦！他看我了。你那个姑娘，不礼貌的。你什么人？那路哪一条？阿个那个朋友还是？嗯，挺有道理的。
么大的巨人要不太可能把他打爆，除非有炸药之类。不要看我，里面这边没有人，不要看我。哦，不要跳过去！啊，最后一次机会，不给我等的，他直接冲，他可以等跳。我要把那一块怎么敲下去？哎呀！哎，还是撞不到啊！我应该要等暴风雪。哎，他不打了耶。然后嘞，打碎吗？哇，怎么搬得走啊？哇，再摔下去了，这么大个的斧头怎么可能搬得走？Paliramik dikinyak tua ulimaudek pak. Tiyum maung ulimaudek pak akhralik tuk nat kilakatahudek. Inyuk pasyong malikatakalora amulay ka. 这么大一个，这个小女孩太猛了。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